经过我的测试，我们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手机蓝牙连我们的 Poo。那经过我的测试，我们手经过我的测试，我们在空旷的地方，手机蓝牙去连接我们的 YC Union 的灯。那经过我的测试，我们手机蓝牙在空旷的地方。那经过我的测试，我们手机蓝牙在空旷的地方连接我们的布丁小灯的话，我们可以距离50公尺以内都可以来使用。那超过50公尺就会开始断断续续，然后直到它断线为止。那50公尺以内都是非常稳定的。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小灯的分享影片。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布丁。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布丁。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 V2 小灯的开箱跟分享影片。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 V2 小灯的分享影片。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小。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OK， 这是我们今。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 V2 小灯的开箱分享影片。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小灯开箱跟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的布丁小灯 V。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布丁 V2。OK，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布丁 V2。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布丁 V2 的小灯开箱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布丁 V2 小灯的开箱跟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